大家好，我是林道。Welcome to my vlog ABC。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呢，记得先订阅一下。不懂这个月可不可以翻到20000呐、啊？我明年的新年礼物就是20000的 subscriber， 嘣，明年会不会破到了？就看你们了。啊，你们昨天看了那个带妈妈去享受，是觉得像有点不够享受这样，所以我今天再来继续给妈妈享受，来煮一餐好吃的给她。那我看到你们最多的学的料理就是 B 鸡肉料理，哇，好彩！我就拿出来给她解冻啊，昨天的这两个鸡腿肉，刚刚还有拿猪肉和鱼肉，我都刚看了答案了，就把猪肉鱼肉放回去了，因为不关我们的事情了嘛。当然，我今天不只是单单煮一样菜吧，还有煮的就是一道菜一个蛋，可以小声一点嘛，人家一讲话那边叽叽嘎嘎叽叽嘎嘎叽叽嘎。好，现在呢，我要把这两个鸡腿肉拿一把切成像那种丁丁这样子的丁丁，不要想到别的丁丁啊，我讲的丁丁是这个丁丁，不是那个丁丁啊啊！你在抓啊？为什么我选鸡腿肉？因为鸡腿肉就是比较 Q 的，嗯。好，现在切点青葱。哎，来烧锅。哎呦，我去！我们先把鸡肉拿去先煎炸，给它一点黄黄先。哇哦！哎，来点点。先给它煎到点金黄金黄，我再给它捞上来备用。啊！啊 ，OK， 这里叫金黄金黄色，我们捞上来备用。哇，很香嘞，看到吗？金黄金黄的，上上上上上。就是这个声音。OK， 下鸡肉，倒点蚝油。然后再倒刚刚准备好的蘑菇，加点水，加点黑酱油，给它上色。哇！来给你们看，会塞。色香哇，然后放一点点胡椒粉，最后下葱，好，给它加点水，给大火收干就可以了。来，下一道菜呢，要煮个薄荷绿先切切。哇哦，哇，真的香哎，这个。OK， 现在呢就来烫这 broccoli。这 broccoli 的煮法呢，我会像之前我在 Yuki 有一集煮的那样，就是放蚝油，然后放那个看懂啊。加水果的时候顺便切一下番茄，我最大煮的是番茄炒蛋，一次过煮到把自己会的懂的，一次过煮给妈妈吃了，一次过给她享受了。哇，昨天太普通了，是不是？水果料烫这些薄荷绿，然后这个贵妃鲍我也拿一点出来，因为要配这个一起吃的，这样子煮真的好吃，真的。倒点的制作，因为它的汁也是精华。现在我们开始炒那个汁，我们炒那个蚝油的汁，然后顺便倒那个薯粉给它搅拌，因为你要给它粘稠。我们在教美食这样的味，我们在教啥？这菜倒
老豆好油。OK， 现在重点来了，把到鲍鱼片全部倒下去，因为它的汁也跑掉，汁是很鲜的。然后这个不会煮太久，因为太久的话就黏黏了。这个鲍鱼一打开始一放下去，一等它烧是吗？我开始给它粘稠啊。OK， 还粘稠了吗？马上收火，马上淋上去。哇，很香的那个鲍鱼片的味道。哇，这一道上菜。OK， 那最后一道呢，就煮番茄炒蛋。因为我看他们外面的有些番茄炒蛋是有放葱的，这是我真的是没有试过的，所以我这次呢，我就来切点葱来试试看，加去炒是什么味道。OK， 我们先要煎它煎蛋先，用两粒鸡蛋就好啦，下一点的盐。这样不够哦，再多一点啊。啊，接下来讲煮这个我就不用讲多了，你们就看着看着我煮了，我要讲什么我才讲啊。哦，根本拦不住，天不在路，地在路。OK， 捞上来备用。现在我们炒番茄。然后再下这个青葱，先下嘛，麻先下了，不理了，自己的做法自己比较香，下点青葱，下青葱下去。OK， 加点番茄酱呢？我不懂啊，你们有没有酱的啦？我还是习惯会再加一点盐跟一点糖的，那比较有入味。OK， 加一汤匙小汤匙的盐，然后再加糖。嗯，有香味，有香味。OK， 起锅上菜。哇哇，这就是目前色香最可以，看到吗？哇。OK， 现在带妈妈吃享受食物 ，Go。Yeah， 来拍手拍手，打欠拍手，那个拍手要打欠，那个不，来耶，啊，接来。就煮了一餐晚餐给妈妈吃了，你要这么我要煮一餐给你吗？孝顺吗？哎，这是另外的肯定的。那厨房也弄得打仗这样了咯。不要讲，不要讲。OK， 来试试这一道先。你俩来吃看好吃吗？我们一起试试看好不好吃，香不香？我们一起还有这样饿了。嗯，怎么办？姜味很入味的。哇，美败美败。你在煮的时候闻到味道了咯，有没有很开心？儿子在那边煮，去外面开档了，要去外面开档了啊！不要拍 YouTube 啊！不要。OK 啦，今天就一集了啦，我过去开档了啦，卖一下五次了，你们来support我一下啊 ！OK， 来，吃了那个第二道，试试看，好吃吗？我是要试试看的，看又自己吃钱的了，二道。就我吃这个的，你代表淡哦，那个味道嘛，代表淡，我水放太多。太多水了，你们太多水了，很淡。鲍鱼片很香啊，不懂鲍鱼，那你哪个年轻十多岁？很老啊。啊，很老啊，你不懂嘞。你来第三道，来，食呀食呀，冇客气啊，当自己 OK 啊。这道都不会讲话哟。嗯，这个比较香哦，就只有这个比较淡嘛啊。我这倒掉了，垃圾倒掉。没有啊。来，这三个你排名一二三，哪个第一，哪个第二，哪个第三？第一、第二、第三，不一样哎。OK 啦，今天就到这边了啦。吃的部分我们就自己吃自己享受啊。然后接下来明天呢，先暂时没有 ABC， 这我想跟你们讲一下，因为 ABC 每次想问题很难想，或者是可能我要拍的东西，然后又拍不到，被 ABC 给绑着。不过后面还是会再有的，只是明天暂时没有啊，因为明天五天内我要搞一点东西，后天看就知道，应该是后天了。拜拜，拜拜，支持支持，怎么样子啊？支持支持支持。